這個就是地下商場裏面的水族館。但是地下商場裏面的水族館會不會好像水族鋪那樣？當然不會啦，裏面有成600多種40000多條的水中生物，走走有鯊魚在你頭殼頂游過的。這個水族館呢是用水之旅做主題的，透過海底的隧道讓大家實地體驗各種水底生態的系統。哎呀，原來也有魚的。村中的魚缸你見過沒？還有，過來打個電話都要潛水啊。哎呀，這樣都可以。哇，連洗衣機和雪櫃都可以做魚缸啊，那我家裡的家電都改一下它先。哇，屋企个床头系鱼缸，好正啊！梳头龟。哦，系喎。嗱，亚马逊河嘅稀有嘅热带淡水鱼咧。不用去到南美洲那么远都看到的，不过还可以自己亲手接触一些生物，这个挺漂亮的。这只漂亮一点，这只身材好一点，你看看是不是身材好一点？这只似你啊，纤瘦一点。我們來到海洋王國，這裡有幾十條食人鯊魚、海龜、水鰻，不過它們都不會襲擊你的。是不是大開眼界？是啊，尤其是它一些魚缸設計，廁所又可以，油桶又可以，洗手盤又可以，很多很有趣的設計。不如把家裡裝修成這樣吧。我剛才喝完牛奶瓶，我有想過把牛奶瓶變成魚缸的。那就是了。